斯拉通过视觉方案去做自动驾驶。大家都知道这种大货车其实还比较危险的，每年会死大概6-7万人。然后后来我们就是确定了我们的一线路，就是做货运的自动驾驶。我叫陈默，我是图森未来的 CEO。 我认为定义一个标签的话是专注吧，因为机会很多，能做的事情很多，但是认准一个方向就专注的去在一个方向上去做工作。对，几个原因吧，第一是特斯拉通过视觉方案去做自动驾驶，有过几起事故，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可能性。第二点呢，是说 Auto 出现，他认为这个他的 CEO 从谷歌出来，认为说自动驾驶会从垂直的并且是这个渐进的一个发展，那我们看到货运这一块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思路。第三呢，是因为英伟达的 PX Drive 的出现，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有车载的这个高性能计算单元可以去使用，然后后来我们就是确定了我们的一线路，就是做货运的自动驾驶。我们认为目前的技术已经可以去实现无人驾驶了，比如说电动的摆渡车，我们认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能第二简单的话呢，是说这个在矿区，因为矿区这个路首先都是你的，里面的车也都是没有其他第三方的车，并且你在矿区可以搭信号塔也好啊，传感器也好，我们认为这也是比较成熟的。然后可能第三难的话就是货运，货运这一块的话呢，因为同时跟你跑的还有其他的有人驾驶的车，并且你不可以在路上去布传感器。目前的话 Auto 其实它也可以实现了，但是用激光雷达的话可能成本会比较高，这一块的话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然后第四呢，这个场景是出租车，出租车这块还比较困难，其实谷歌可能也可以了，但是呢现在目前的性价比不足以去支撑商业化，或者将将可以支撑商业化。对，我们认为 AI 这块的话，下一步的商业化，尤其对于创业公司来讲的话，一定是去解决一个垂直的应用或者一个垂直的一个问题，就解决一项问题，而不是说我去提供一项比较宏观的一个服务。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技术去降低整个的这个物流的这个成本。大家都知道这种大货车其实还比较危险的，每年会死大概6-7万人，伤的话不计其数。然后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技术去降低这个人员的这事故的致死率，以及降低事故率。对，中国大概在干线的这个卡车司机大概有1600万名，他们平均一个人一年的成本，算是社保公积金，大概起码要12万，也就是说这起码是一个万亿级别的市场。我们说我们去做这个货运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嘛，哪怕它不是用 AI 做的，你把这件事做了，那也是一样的。只是说你做这件事上会去用到这个深度学习啊，会去用到计算机视觉啊，会去用到增强学习一些技术。对，但实际来讲，我觉得任何的企业还是为了去解决问题的，对吧？以前我在做游戏和做广告这种变现业务的时候，我也没有这么的去想，但在这份工作我得到更多乐趣，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会改变一个，或者说有机会去改变世界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会比较享受这个过程吧。